大家好，我们是死灰复燃的 V 台湾。死灰复燃超开心。好，然后我来讲一下前言，就是我们在7月的时候申请一个 OpenAI 的 grant， 然后拿到钱之后呢，拿到钱之前我们就想说 V 台湾没有社群怎么办，就开始应征了4次的小松。然后今天有人回来之后呢，我们觉得好像有社群了，然后一起投那个 proposal。那 OpenAI 就是给了一个他在7月的时候就是出了一个 grant 叫做 Democratic Input to AI， 也就是大家一起来集思广益怎么让 AI 变得更好，然后帮助他们做 AI。 至于是就是洗白还是真的要做个更好，就是我们各自有各自的解读。不过 V 团就是利用这个机会，然后在800个团队中成功的赢到了 Top 10， 所以我们就拿到了那个10万吗？对，10万美金，太好了。然后因为是我们是跟英国的 Chatham House 一起投的，然后英国的这个物价比较贵，所以他们拿了 70%， 我们拿了 30%， 所以在就汇到了 OCF 这边，有大概100万台币的这个经费，然后去支持我们做这些意见征集，然后一起来看怎么把未来的OpenAI 会做这些东西变得更inclusive 一点。那好，所以就是进入主题，我们投的题目叫做 recursive public， 就是说这其实有点复杂。就B台湾就是以前的流程是政府跟民间都要同一个提案，然后成案之后上那个流程，然后之后我们进行一些讨论啊，征集意见啊，然后寄一个 proposal 给立法院。那我们新提出的这个 proposal 就是 recursive public 呢，它是着重在 open community、open process 跟 open technology， 然后所以是任何人都可以提案，然后所以你的角色其实是提案角色是一个 initiator， 然后V团的社群会有 community 去做 support 这个运作流程运作，然后会有 participant 做意见的输入这样子，然后所以从起始是任何 initiator， 然后到终点呢是他们都 commit 要 respond to a certain end result of the deliberation， 所以那个 deliberation 会有一个 machine readable output 跟 human readable output 成为这样的一个 model。 那以这样的概念就 somehow 上了这个 bridging recursive public 的概念呢， 上了这个grant proposal， 所以我们就开始当啷啷的开始做了这个题目。对，所以前面是所谓的democracy 怎么去 fix AI 的这个流程，所以我们用一个比较民主的流程去征集意见，然后去帮忙想怎么 fix AI。 那这个部分呢，这一张图片在讲的是那 AI 怎么反过来 fix democracy， 所以 AI 可能有几个角色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讨论流程更有效率或更被 automated 的这样。好，所以呢接下来我就稍微讲一下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在9月24号的时候呢就办了一个咨询会议，就以前叫咨询会议，那其实这次我们就把它叫做意见征集的线上跟线下的 hybrid 会议，所以邀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跟有以个人身份但是实际上在政府工作的代表也参与了，然后还有一些比较是少数的团体，因为我们讨论题目是怎么去跟 include 少数民族的意见或是 minority 的意见，那让比如说 ChatGPT 的 model 不会出现歧视或是有争议的语言，那 data 要怎么 train 或是 train 的流程要怎么更 inclusive， 就是在讨论的主题比较着重的方向。那所以就是9月24号这一天呢，我们就有了一个讨论。对，开个头。好，对不起。开个头。那总之。5分钟吗？台下的 Paul， 对，然后还有就去跟其他九组的人会进行交流这样子，然后就是有连接到有看到不少人，然后都还因为时间不太够，所以就之前代购这样子，然后总之我们对于这个924结果其实不太满意哦。那我们总结有几个方法，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方法上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在努力的发展新的方法。那这个做法就是我们需要把现在的刚刚的讨论跟审议都要是数位化的状态，那所以我们现在是蛮缺人的，我们需要找的人呢，总而言之就是这个，我们希望
把大家讨论的过程，并且用语音辨识的方式把它数字化。所以，我们现在每周三小松会继续做下去，然后有希望的有我们需要这个就做语音辨识，还有做 LLM 的一些人，或是有一些审议参与经验的人，拜托拜托拜托来加入我们，感谢感谢，拜托拜托再拜托。谢谢 V 台湾。接下来是由 ORZ 带来的真的假的 ，CoFax 真的假的。